车呢经过的这条街道呢是县城的一条主干道，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叫商业街。鬼头呢就是丰都鬼城的一个城标，喜怒哀乐。手下范达和张达和范家两个人就去为他的哥哥报仇，在两天之内做出白旗白甲为他哥哥报仇。所以说这两个人就说这个时候已经刘备兵败火烧连云，被那个东吴的大将鲁迅，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张达和范家就说我去做好白甲去攻击吴东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这么做的话，那个张飞因为脾气太火爆也会把他们杀掉，说团灌金子，修了我们马上都要看到的张飞庙。那个张飞庙是相应的有那个上面有题词江上晚清，是那个晚清的同治十年提上去的。这个地方不光是因为由于张飞，而且它是在四川的话，还有在阆中市还有另外一个张飞庙，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川北的四川的阆中，是那个张飞的身子埋葬的地方，这个是他头埋的。上面的机房是不会被淹掉，对对，上面是机房的，整个阴阳之线啊差不多都会被淹掉。然后上面的深山里面或者在其他地方都为他们修好了那个建好了新的家园，也在做他们搬迁，因为离第二次搬迁还有600多天，因为在2013年第二次在那
个夏天的时候截流的时候，他们才最后一次搬迁。但是重庆最近有那个报道，说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刚好有八万，上个月上。